海是什么？我一直在寻找大海的方向，它究竟拥有什么力量，促使我一步步靠近？是时间的力量吗？无论光阴荏苒，沧海桑田，曾经的梦想始终未曾改变，是无数前辈的坚守，还是志同道合的默契？多少壮士奉献一生，青丝换白发，斗转星移，校园却愈发迷心。这是生命的力量吗？品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古人诗法自然，从大自然永不停息的文件运行中。潋滟随波千万里。是改变的力量吗？还是坚持的力量？随波逐流，亦或奋力一搏？去感知自然的魅力，去探寻时代的密码，海洋给了我们什么？我们又改变了什么？问题越打开，答案却越迷茫。我们在留存记忆，也在传播历史，在感知民族的律动，也在塑造崭新的未来。这是碰撞的力量吗？我们震撼于自然的强大，但也敢于去向它发起挑战。
双手和浪花搏击，当生命和繁衍交互，当智慧和理想起航，当毁灭和新生交叠，让生命得以繁衍。让力量得以传承，向无数种子飞出校门，飘向海洋的深处，在风中汇聚目光，在浪上坚实踏步，只为心中那最初的梦想。无数青年才俊在汇聚，无数思想灵感在碰撞，他以大海的胸襟承托着每一个梦想。这是包容的力量吗？是坚守的力量吗？还是希望的力量？